美方称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同谢发言人总台中文国际频道记者提问。据报道，6月28日，日本东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不幸的消息。胡友平女士对胡友平女士的不幸离世表示哀悼，向她的亲属表示慰问。苏州市将追授胡友平女士“见义勇为模范”的称号。我想，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，反映了中国人见义勇为、勇于助人的精神。法新社。我理解外交部已经